今年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参展商数量最多，来源地最广泛，展览面积近9万平方米，为历届新高。昨天，数百件冷链食品展品全部完成进场。我现在是在第六届进博会的冷链食品仓库，在我身后啊，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展商进行提货。截止到目前，本届进博会的148票冷链食品展品已经全部进场。记者从现场了解到，第六届进博会不再设立进口冷链食品总仓，进口冷链食品可以更加便捷地进入展馆。为了确保第六届进博会冷链食品的一个安全存储啊，我们在现场啊设置了5个那个冷冻仓库以及3个冷藏仓库。当我们的那个冷链食品进入这些仓库之后呢，我们会安排人员24小时进行值守，然后对仓库的那个温度进行一个控温，也是为了那个防止意外情况的一个发生。记者在现场看到，为确保展商提货时高效便捷，国家会展中心工作人员按照管号区域分类堆放冷链食品，同时做好记录，节省了参展商提货时间。目前，食品及农产品展区的大部分展商正在紧张布展，做好迎接第六届进博会的准备。